你看它里面的亭子了，做的是长方形的，里面的建筑呢是偏现代风的。这后面还有一个亭子哦，是圆形的，就连围墙都是干挂石材的。这里应该是大门的位置了，那两棵罗汉松挺好看的。哇，里面的罗汉松才真正的漂亮。这是这么多栋，是一个家族的还是？哇，目测四栋。先到这里看一下啊，在这个角落还有一个凉亭。哦，我单看凉亭，它都是用木头搭建的。透过栅栏，你看到里面的绿化做得很漂亮。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去。看，不是，应该是说我们进去，我们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园林真的设计得很漂亮。这个正楼的上面还有两棵罗汉松，仔细看了，找了没有找到门铃。这外墙也是干挂石材的，喊一声吧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这就像是一个小区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么大，然后这一条都有，每一条都有通道可以开车过去的。四层，不知道有没有地下室啊？我这样喊，里面肯定是听不到的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这自己一家人建这样子的别墅的话，这个容积率真的没得讲啊，太宽阔了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进去喊一下吧，因为在门口这个院子确实太大了。哇，那边是假山鱼池。哦，这一栋还没有装修。哇，你就这样看，里面也是红木家具的啊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阿姨您好，我想来您家来参观一下，您看可以不？不懂啊。我说您的房子很漂亮，想来看一下。你没影响吗？不能照相。不可以影吗？你去给太太打，没得影响的。哦，这样子呀，我是想给建房子的朋友一个参考。我不懂。不懂啊。一直跟阿姨沟通，但她说看可以的，不可以影像。好吧，谢谢了。